又想半身瘫痪复出坐轮椅开球，正能量爆表。日本地下偶像女团假面女子的26岁成员朱寿友香，今年4月在东京遭强风吹倒的巨型看板击中，造成腰部骨折伤及脊髓。她重伤后导致下肢麻痹，双腿瘫痪，只能以轮椅代步，但她不气馁，积极复健，上月出院复工，目标是成为坐轮椅的偶像，坐更现身棒球场开球，展现坚强的生命力。朱寿友香昨与队友现身埼玉西武巨蛋球场，担任西武与罗德队比赛的开球来宾。他坐在轮椅上奋力投球，表示因为投不到捕手的位置很懊悔，但是希望之后可以再挑战。获得全场掌声喝彩。